好，来，我们记住，昨天处理完猪排之后，我们有先稍微的腌制了半天，算一天啦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做猪排，先沥干它的浸泡的腌制的水分。好，然后这里是我们的蛋汁跟面粉，好，所调和出来的面糊，然后再加上那个面包粉，它是最酥脆的，它的颗粒特别的大，好，这是特别经过制造的，好，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做我们的日式猪排，干粮。我们每个礼拜所使用的大概都用到四条里脊，我们会先把它做成半成品冷冻的方式，然后在营业的时候只要拿出来下锅油炸，这种速度会快很多，因为我们在学区这边就是要赶速度了，大家都要赶速度的，它也只有这样让客人比较不会让客人去等待吧，所以我们的餐厅所使用的品项算多了，那就这样，但等一下我们要做的量大概是这一些这么多，好，好，继续吧。好，那我们就差不多快做完了。哇，没了。好，看一下我们的量。这么多。然后再来，我们要进冷冻库。我们冷冻库在这里。可以，可以帮给我。
这就是我们的冷冻柜、冷冻库。我们进来的时间啊，一定都要先把它给关掉，不然它里面在运作的时候，人会受不了，也很危险。然后现在我们把它一层一层分开，到了下午，那就会全部冷冻好了。它属于半急速冷冻。你看整个的量这么的多，好，然后做好之后，我们把它拆开来，就是这样堆叠。OK， 这个我们整个冷冻库里面的东西。好，就这样咯。